足下左左掉线了，刚刚掉线了。好，世界打个一。这不怎么卡了？拿出来吧，宝贝。取毒魔毒。啊。还是那个什么，传说之地里。哎，又出一个？没有。左左，让左左去那个 boss 点等着吧。对吧？左左直接去 boss 点。爱是有了你，心情才变得美丽。爱你。哦，雾藏要这，法藏要这。很久很久的时间。这这也挺好，这也行，这也挺好。还有一个位子。啥情况啊？垫付上了。打架了。他进来打了是吧？他就打我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。我今天就他给我偷我装子，他们进来了，他们进来了，他们进来了，他给我弄死了。啥情况？安全区一点。哎，看他打不打，就看这武士干嘛？他刚把谁给打死了？把我打死了。哎呦哎呦，我操！哪一个啥情况？干起来了，来吧。他有个120的。一百二没事，拉人拉自己人。这一百二的好打一点。我操！爹，我们能不能打？咱先，咱也登那个电灯哥到我这儿来，跟咱没关系。不是，咱先玩一下。如果兄弟们他妈的真打不过了，那必须得动手。如果打不过啊，对，先在这儿站一会儿。你们给哪儿呢？我都没看见。打得过，都在门口守，他们应该不行。哎，如果打不过，那就动手，什么鸡巴这个那个。我想，那以后，以后他们这个团队进来，我们就直接打他们了，还让他们胜利点干嘛？这程序来乱的。所以说，你们给哪边了？我过去。守规矩，胜利点也让给他们了，对吧？对啊。啊，你还不守规矩？还上来抢？还过来抢？既然是守 boss 点吧。既然抢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你们在哪边呢？我没看见你们。我们在那个隐藏屋。那也够。哪个隐藏屋？还没打下去。喂，那圈又上隐藏屋。又开一个，我操！又开一个，靠！这他妈隐藏的是干啥呀？这是谁？这干啥的那边的。很害怕，我操！看一眼吧，估计这个应该刷的右下了。哎，我们的王区已经有站人了，哦，有站人了。没事，不让。雷霆星辰，22服饰侍从。不让，没有他们的位置。满了。好，右下又刷了一个。一会儿打 boss 了，这右下的，打完 boss 再去也行，其实。敢不敢蹭？是有人了，好哥哥，你不得？我是现在第一个采集。你采集，你先进去站着。我再进来了，我进来了。嗯。这还有个23的。23的，你们别的区来，有22区，我们来动手。23那个什么 KR 风暴。啊！就刚才咱打的这帮。造疯子有二用。几分可以翻动一下。大苹果，大苹果，大苹果。打完上去。这个隐藏 boss 多少出啊？差五分钟。但是那个给他吧，打 boss 去就行了。不给。那时间不够了。不是在我手里。咱们打完 boss 立马去，因为这是得十多分他才那什么呢？可能你 boss 打不完，这个你 boss 打完了之后，这个来打不完。这个绝对是打完了。你给我凑这地方，都凑，你看我嘛意思。来了，别着急，达尔巴南，
能有人过来吗？这边有三个了，他们来了三个人。行不行？我把椅子